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佛法是什么？是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真理。它可以是。 种苦恼，佛法是什么？是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真理，它可以令我们心想事成，而获得永恒不变的快乐。 的自然法则，一切皆因缘觉占有，由因缘生而下生，缘生缘灭，这是真理的现象。当我们悟通了这自然的法则，也就是当下。 解脱之时，当我们悟通了这生灭的法则，也就是当下解脱之时。发一本莲花生大师的教言给各位，请翻到第4页。我想财布施，大家布施这么多食物，给他们读诵仪轨。更重要的是法布施。那基本上学佛就是要断烦恼，离苦得乐。那要断烦恼，各位要禅定智慧。 闻思修，简单的来讲，过去我们像一个疯子一样，去杀生、去吃肉、去唱歌、去跳舞、去抽烟、去喝酒，我们觉得那个是快乐，因为我们无明嘛，是不懂佛法。那如果我们懂了佛法以后，那你就会开始去改变，去调伏你过去的这种错误的思想、行为、语言模式。 同样的，我们超度众生，那也是因为这些父母、祖先、众生，他们过去也是因为迷惑、贪嗔痴、身口意造恶业，所以会堕落轮回受苦。而这迷惑，那就是因为不了解佛法，所以才会如此。所以希望各位一定要多。 深入经藏，闻思修，啊，就像各位，当然各位有一点福报咯，有一点因缘、金钱，可以跑遍世界玩一玩，真快乐。海涛法师陪你们玩，但是就近来讲，就是一定要内心里面得到一个解脱，而且进一步真实有能力去帮助众生。所以在这一点，各位要利用在这些变化的我们行这个旅程当中来净化自己啊。我想天气一下出太阳一下下雨是你不能改变的，你能够改变的是你的心态，去配合阳光来了也好，下雨也好，风也好，雨也好。因为如果你有佛法，你不但不会抱怨，你还可以转化它。所以佛教里面特别大乘、密乘佛教最重视转化，你可以把贪嗔痴慢疑转成五种大智慧啊。所以，那你要懂得转化，你要有法啊，要真实这个佛法在你内心里面。那你面对任何境界，你都可以拿来转这些境界障碍，成为一个修行的助缘。所以我想莲花生大师，很多人有信心，进一步各位一定要按照莲师的很多，特别他们现在很多佛藏都翻成英文，翻成中文，非常好啊。如果你去看这些资料，你会发觉事实上，在《金刚乘》里面，所有的修行人大概不太离开莲花生大师的这种佛藏的教法啊。那希望大家就要多去读诵思维。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读诵自力又可以利他，也希望这些来参加法会的有形无形众生都了解了这个真理啊。那我想佛法，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佛法，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它不过是讲你本来的内心本具足的这是一些方法而已啊。就像各位，你肚子饿，你要去找东西吃，他告诉你怎么走而已啊，因为他了解了这个方法。你要追求快乐，他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快乐，不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而是一种心态的知足啊。所以，甚至他把快乐定在不是一种得到，而是一种奉献服务。就像各位早上我们去这几天，大家准备了很多资粮去供养啊、布施啊，能够供养共生，又能够做烟供啊，等等啊，快不快乐啊？快乐啊！这个钱花的真有意思啊。然后呢，只会说自己很惭愧，更努力的布施忍辱，希望有更大的资粮啊，能够去跟众生结缘，来帮助佛教啊。所以希望每一个法师呢，都可以每个喇嘛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啊。就像他们参加1500个人的法会，每个人都睡地上啊，吃饭也没有吃得很好，一顿才20块卢比，因为人太多啊。所以下回有这种法会，我们就派100个人来煮饭，好不好啊？好不好？好。他们都不想念经，人等吃饭的，要做这么好吃的饭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就觉得哇，太好了啊！因为我们要付出嘛，对不对？所以我本来就在想啊，下回煮一团20个到色拉且去煮1个月，然后色拉且从今以后伙食就改善了。我们负责出钱就好了，对不对？那些上师，哇，他们修行就很快乐。所以我们汉传佛教还有这个好处，汉传佛教好像每个寺庙都吃得很好，吃得肥胖的，像我们湛江法师这样高血压，这两天高血压，啊，但是有时候他们这边就没办法啊，但是我们就可以积福报啊，真好啊。所以我想，当然我讲这个意思是说，除了世间福报，我们更要有智慧来使用这个福报啊。用什么方法？来念一下：一心祈请莲花生大士加持我等及父母祖先六道众生，闻法得解脱，闻法发菩提心，同生净土。所以各位就，当你在念的时候，你好像变成莲花生大师一样，在为所有父母众生说法。然后你要把这个法紧紧的抓住啊！你的爱人跟你讲一句话，你要去分析很久，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你爱他，你在乎他。所以一个修行人，他很在乎佛菩萨的这种法语经典，啊，放在心里面，它保证解脱。所以特别是第四页，给在家弟子的叮咛，一起来念一下来。在修持解脱的佛法时结婚，过着家居生活，就像是被束缚在紧固的锁链中，不得自由。你或许想要逃走，然而你已经深陷轮回地牢，逃脱无期。你或许已经感到懊悔，然而你已沉没在情绪的泥沼中，无法脱身。好，同不同意？你看完以后，你要觉得同不同意啊？然后你要马上回光返照，哎呦，哇，惭愧哦，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升起出离心、惭愧心，啊，所以你就慢慢的对感情、家庭不会这么执着，那个利用感情、家庭这个因缘去修行，也去度化对方，对吧？所以，那因为懂得佛法了，所以世间认为爱情是快乐的，懂得佛法的人他认为他是不自由，啊，监狱还有出狱的一天，但是。爱人、家人的执着永不松脱的，他永远不放过你的啊！所以有些人很想修行啊，却不太容易。第二，来，如果你有了孩子，他们或许很可爱、讨喜，然而却是把你捆绑在轮回中的庄主。如果你没有孩子，无法传宗接代的忧虑，甚至更令人苦恼。所以叫有无同一哦，有了小孩你就放不下他，没有小孩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没后代一样，死了好像就没有了啊。所以事实上各位呢，真正的孩子那就是佛法啊，你把佛法传递给众生，甚至我们来供养这些小和尚，我们来护持这些出家人，那我们的未来才有希望，是吧？第三。如果你拥有财产，在畜牧及农忙间疲于奔命，你便不会有闲暇来修行佛法。如果没有财产，饮食匮乏所带来的痛苦与挣扎，甚至更令人苦恼。第四，如果有仆从与员工，你便完全甘于当个忙于经营管理的奴隶。如果不是这样，缺乏权利便让你为他人所控制，没有修行佛法的自由。这么一来，你的今生及来世都被破坏了。第五，总而言之，成家立业、过着家居生活的人，只会让自己陷入苦恼的泥沼，这样是没有机会走向解脱的。所以各位不能光念。文，你现在知道啊，你好好去思维。有钱没钱，有结婚没结婚，有小孩没小孩，有事业没事业，两个都是苦的，不就近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思维过，也没听闻佛法，所以你就忙着要去谈恋爱啊，准备结婚啊，买房子啊，做事业啊，准备生小孩，认为这个才是幸福快乐。所以，那听闻佛法，如果各位你不去思维，然后实践。那对你就没有用，但是我们现在听到了这句话，哇，太好了！愿我下辈子不再为这个感情啊、金钱、子女、事业在忙碌了啊！我宁可生在一个贫穷的地方，从小就把我送去出家啊，让我有机会赶快修行，就像大宝宝一样，他生在一个很贫穷的乡村里面啊，但是无论如何对他来讲，只会更大的悲心。所以我有时候会看一个出身贫穷的出家人跟一个出身富贵的出家人不一样啊，所以个性不太一样，修行方法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希望自己生生世世不会再为了成家立业在忙碌，而是为了利益众生，那至少为了解脱在忙碌。也有世间的欢乐即为无常易变。然而，你若能修习神圣佛法，你的快乐便会长长久久。世间的财富既短暂又片刻易失，然而你若能持续积聚资粮，你便是真正富有的。所以各位这几天赚多少了没有啊？有一次我在机场，他们那个检查护照的台湾呢，大概会看到我说，你不像出家人。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讲？你像搞事业。我说你真聪明。我每天在搞大赚钱的事业，啊，带着人家发财。各位，我们这一半是不是企业团啊？叫功德企业团，光修功德。啊，因为这才是我们的富有。富有不是占有，富有是奉献，对不对？啊，你把钱布施在那边，啊，帮助他们。哇，这些寺庙、这些出家人、这些经典，那还是化为甘露。哇，不断的布施啊，那这个才是真正富有。我永远体悟这一点，左手拿来，右手就出去，然后你就可以拥有更多去帮助众生。但是呢，自己呢，念一下，身如乞丐，心如黄金，啊，你时时刻刻很富有的，啊，就算躺在树下什么都没有，你就觉得很快乐，因为我们的生命非常有意义，不断的去布施，不然呢，你执着的世间一切，没有一样你带着走了，因为他们共同的本质就是变化无常、痛苦啊。但是如果你学习佛法，永恒的快乐，不但现世快乐、来世快乐、究竟快乐，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去思维。所以中国有一种叫参话头，这个禅宗，参话头就像各位现在读了这六句，那你要好好的去思维这六句啊。所以我以前。我还没有出家，一位法师就带我参话头，参话头2年，简单的一句话教你参话1天呐，啊，1天不能离开这个主题，啊，这么简单，你每天教我讲无常是身体，我都倒背如流了。但他说这只是知识，跟你没关系，啊，所以光无常是身体啊，要参访1年2年，因为我要出家，然后他用各种1000万的理由来逼问你，就像他们在辩经，辩经还很轻松的。我们的逼问是用打的啊，因为临机禅也要打你，然后来逼你看你真的把这个法入心了没有？你有没有真实的出离心啊？对这个苦有没有逼迫性？有没有真实的体悟？而不是讲在嘴巴。所以我想各位呢，法入心是最重要的。所以那现在他们慈悲啊，把莲师的教法，然后呢又把它啊变成一种我们都看得懂的。问题是这个看得懂的，你要不要真实用在你心里面啊？去转化自己。当你转化你自己，你更会升起悲心。哎呀，我们都知道，但是很多众生还在忙着买房子啊、买车子啊、结婚啊，为生小孩在烦恼啊。哎呀，他们好可怜啊！啊，忙了这些不必要的事情，真正该忙的他们却没有去忙。所以我想，在这一点，各位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定慧等持，去闻思修，啊，这样对自己帮助会特别大。第8页翻过来。第2，对修行者的叮咛：1，成为一位佛教在家居士，并非仅只是去遵守4根本学处，而是要将不善的恶习完全断除。成为一位沙门，并非只是装出某种清净的外相。而是要正确的修持善行，成为一位比丘，并非只是意味着在日常活动中控制身与意，或被禁止去做这做那。成为比丘，立即要以一切善根作为大正悟修道之用。第2，善良正直，并非仅是去穿上黄色的僧袍。而是要对业力的成熟有所畏惧，成为善知识，并非只是装出高贵的举止，而是要成为所有人的吉祥守护者，成为一位瑜伽士，并非只是行为不加修饰，而是要让自性与法性的本性双融合一。第3，成为一位密咒师，并非是指怀着恶意暗中念咒，而是要透过方便与智慧双融的修道，迅速获得正悟。成为禅修者，并非只是住在洞穴中，而是要以本然境界的真实意来训练自己。成为隐士，也不只是住在森林深处，而是说自心已远离了二元戏论。第4，补学多闻并不是去拥护或赞同世间八法，而是要清楚分辨对与错。成为菩萨，并不是在心中维护自我利益，而是要致力于能使众生解脱轮回的方便法门。第五，有信心并不是指哭泣呜咽，而是出于对生死的恐惧而进入正确的修道。精进并非是指不停的参加活动，而是要投身于能够脱离轮回的方法。慷慨并不只带着偏见与偏颇心来布施，而是要深深的远离对任何事物的执着。六，口诀教授并不是指许多成文的书籍，而是指短短几句在你心中当头棒喝的要义之语。见地并非仅是指哲理，而是指远离了概念造作的边界。禅修并非是以心念固着于某物上，而是指自行稳定的住于本然觉知中，远离执着。七，自然任运的行持，并不仅是指疯狂放纵的行动，而是指不将迷惑的感知执为实由。分别智指的并不是错误谬概念之下的敏锐智力，而是了解了一切现象都是无声的，毫无概念造作。八，文学并不仅是指以耳朵来领受法教，而是指切断错误的观念，并拥有超越的概念心的了悟。思维并不只是追求概念思维并假定结论，而是指切断迷妄的攀执。国并非仅是指从奥秘净土引起的二色身，而是认出了自心本性，并于其中稳定保任。九，不要将语言文字误认为是法教的真实义，当下就要将修行融入自己的生命中，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第三，佛经中教导僧伽是清净的福田，正如《善德增长经》所说的：“其为一切法教之宝，其为一切法门之开启者。”所谓僧伽者，即是因受大众供养的僧伽。四，无师更胜于佛陀，无依护者更胜于法，无福田更胜僧伽。是故我供养三宝。第五，灰心丧志及没有朋友的人，病者、残者、老者、境遇不顺或丧失心智者、贫者、受饥者和乞丐等等，菩萨应该帮助这些没有医护的人。六，当你将慈爱内化于心时，将会受到一切有情众生的爱戴；当你将悲心意识于心时，每个人都会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般珍惜。当你心中公正无偏时，你将会远离敌意和偏见。当你的心洋溢着同理共鸣的喜悦时，你的行为将与他人和睦融洽。七，当你取悦一切有情众生时，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三宝需要你去敬拜了。八，无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只做能够利益众生的事。为了一切有情众生之故，你应该将所有福德回向众生，都能得到。好，所以各位在读莲师的这些佛藏，你会觉得莲花生大师已经把佛法精髓融入在一种日常生活，教我们怎么去做。就有一点像中国的禅宗，他当然希望你看经典，但是你要把这个经典理论化为很简单的对对方有用的口诀，去帮助对方啊。比如说刚刚各位念的第六，当你将慈爱内化于心，就是说你心里面只有悲心，自然你走到哪里将会受到一切有情众生的爱戴。所以我想很多人就是希望别人尊敬他，我供养他，变成一个被围绕的人，那你只要有悲心，你自然就会得到别人的爱戴。将悲心育此于内心，每个人都会把你当做自己的孩子一般珍惜啊，看到你就觉得相信你、可爱你。所以我想，特别第7这句话。 当你取悦一切有情众生时，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三宝需要你去敬拜了。当然，并不是说叫我们不要拜，而是我们礼敬三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啊。如果我们大家很会供养上师啊，供养这些活菩萨，结果对众生都没有很好啊，这一点就要非常小心了。所以，我想，帮助众生才是真正在供养三宝。 所以，我们以帮助众生跟祈求三宝的加持，众生呢能够离苦。因为我们帮助众生，并不是我们在帮助众生，而是我们是按照三宝的教戒，希望以佛菩萨的力量去帮助对方。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烟供，我们现在在念诵的莲师法语，就希望自己有莲花生大师的功德去帮助、去利益众生。所以在这一点，各位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汉人呢就是 很喜欢帮助众生哦，大家来比有钱的，比付出多的，比烧得大的啊，这也非常好。但是呢，有时候少了法的加持。那在藏传佛教里面，他们法实在是很丰富啊，各种的经论仪轨，但是就没有时间去帮助众生，大部分要等着人家来帮助他啊。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去交流融合的啊。事实上，你只要很愿意去帮助对方，那你自然就不用烦恼这些金钱福报的事情。就是说，你有慈心、有悲心的时候，别人就会尊敬你、爱戴你，就会当做你是最想亲近的人啊。所以，我想我们在2方面我们都要融合。但是，各位，你读莲花生大师的法语，你会觉得说，哎呀，非常好啊！他直接的把这些窍诀都告诉我们。 但是各位，你不能说读过就算了，就是说每一句话都是一种精髓啊，这是连思累劫的精髓告诉我们的。就像老和尚，他90几岁即将往生，他讲的每一句话啊，我们一辈子都不要忘记。那今天对我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我的师公增华长老的圆寂日啊，所以来法会功德，回向增华长老。 上品上身圆满，趁愿再来，普度众生，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往生净土，趁愿再来，普度有情。那增华长老一辈子他就是弘扬这个啊，所以发菩提心念佛，劝化众生。那虽然发菩提心念佛，但不忘深入经藏。 啊，特别是大般若经，从原始的阿含经，所有的大乘经典，那增华长老都要求一定要看，也并不是说像一般人说啊念佛念佛就好，那其他我们都不管，那这样就比较普通一点啊。增华长老的念佛是必须要深入经藏的啊，以深入经藏，而且真实发菩提心，念佛这2个字对他来讲就是菩提心啊，所以也愿大家都能够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今天啊，跟增华长老早的，我记得增华长老那一天往生的时候，我刚好在不丹拜那个大佛，啊，拜那个大佛，然后呢，他们电话来了说增华长老往生了。不过我那时候心里一点悲伤也没有，我觉得有一点快乐，因为我可以感觉到增华长老就跟我们到不丹来了，啊，因为长老最喜欢环游世界，他趁势跟我说。 哎，海涛，哪一天你要去印度去不丹，记得跟师公讲一下，师公跟你去啊。所以，因为长老一定要去学习啊，要去结缘，不分任何宗教，他都希望跟对方结缘。所以，舍报对他来讲是一种解脱自由啊。然后呢，他的解脱自由啊，最主要要往生净土，然后马上趁缘再来。所以，当然对一个修行者来讲， 生死对他是一种快乐啊，是一种转化，所以他并不会为这个痛苦。只是我们身为这些后辈的，就一定要学习长老的精神。就像各位拜莲花生大师，不是光礼拜莲花生大师，而是我们要来承担莲花生大师的这种众生责任、这种功德啊，这个比较重要。所以我想很多人，特别在藏传佛教，他们永远会放着上师的相片、座位来供养上师。但是呢，当然供养如果变成一种仪轨，就可惜。供养是要心啊，要跟上师合为一体啊，要做上师在做的事情啊。 所以这样才是真正的供养，所以每个人都变成上师，每个人都变成莲花生大师，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再念4、5句就圆满了，就要来回向。第9，把一切罪行抛诸脑后，必练习一切善行吧。10，对怀有以上信心和决心的人而言，佛将会犹如清明般显现。11，幸运的人啊！ 让自心与佛法相融合吧，那么佛果的喜乐将从你内心展露而出。12，受到信心和悲心的驱使，以正悟的心态、菩提心，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行布施，借由回向和善愿来引导布施行，以远离概念的三轮来封存。13，怀着清净的发心。 对所有亲近的对象供养或布施最美好的物品，将这些回向给无上圣之圣境，并以远离三轮来封印，这即是最殊胜的回向。所以我们做的各种的功德，最后呢，我们要远离三轮来封印，就是说各位要了解万法都是虚幻的，法相本身也是一个虚幻的，还是要三轮体空。 来做一个圆结，也就像我们做了很多功德，最后念《般若心经》，融入这个空性啊，这才是最殊胜的回向。但是我们讲空性，但是不离开一个次第，就是这些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这些你都要全部圆满啊。所以第10句话非常好，对怀有无上信心和决心的人而言。 无上信心是对三宝、对上师；决心是对自己，我一定要按照上师、三宝的交代去断贪嗔痴，去圆满菩提心。所以这个无上信心跟一种决心，那如果你随时保持这种状态，佛将会犹如清明般的显现在你心中啊。所以各位你会发觉，你每天都在过奇迹的生活啊、都是佛菩萨在示现、在安排各种的现象。 让你永远都觉得你永不寂寞啊！所以就像你的父母永远在关怀你一样，所以对一个有无上信心跟所谓决心修行发菩提心的人啊，随时刻刻你都觉得佛在你心中，在你左右。第10，所以我们都是幸运的人，让自心跟佛法相融合吧啊！所以我想各位听闻这么多佛法，那我们到每个寺庙也画了这么多佛像。 这些祖师大德的像，那你一定要去抓到哦，对不对？莲花生大师他在说什么？贝玛林巴在说什么？中国巴大师在说什么？阿底峡尊者在说什么？基本上，如果你看过阿底峡尊者的传记或者他所讲的法，然后你再看一张阿底峡尊者的相片，那你就会很相应，很相应。就像我们华人很喜欢读《地藏经》，大家《地藏经》觉得很感应，而且是真实的6道轮回因果。 所以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对汉人来讲，地藏菩萨就跟藏人、跟莲花生大师一样啊，是一种真实的加持，一种真实的力量。所以我们都已经这么有福报，但是不是说光在形象，而是你的心现在要跟莲花生大师、跟地藏王菩萨、跟观音菩萨的法合为一体。观音菩萨代表慈悲，地藏王菩萨代表悲愿，文殊菩萨代表智慧，乃至这些。 传承的祖师大德，所以如果能够让自信跟佛法相融合，那么佛果的喜乐，当下你就心在极乐一样啊！佛果的喜乐将从你内心展露出来。所以各位这一点，修行人就算面对他要被泼硫酸啊、断头啊，但是他的别人的感受他是快乐的，是微笑的。特别是真华长老，我老实讲。 因为这些老和尚往生的过程，我们在旁边看就知道，修行就是这样快乐啊。对他来讲，肉体可以得癌症啊，可以痛苦，但是他内心的欢喜，对未来的啊这种期望，对我们的交代，所以你会觉得他很快，他一点痛苦都没有。痛苦是我们这些凡夫啊，舍不得老和尚离开呀、啊，但是事实上，对这些修行者来讲，他在生老病死任何状况，都是一种菩提心的法喜。哦，能够看到菩提心，能够看到，就像我认识一位明副长老，我讲过，我有一次带了一位8岁的乘愿带来的这个活佛，他5大论都还会背啊。 5大论都还会背，8岁而已啊。然后呢，他前世的记忆都还在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故意带着他去见明副长老，因为明副长老是我们佛教里面的高材生，明副大学毕业，对经教深入，我师父非常尊敬他。结果明副长老一看到这位小活佛，那小活佛像大人一样跟他讲话，他中文也很好啊，所以他哭啊，明副长老哭的。 哦，非常感动。他就会说，啊，他看了这么多经典，一辈子终于看到有道有得道啊，终于看到这个真理在人的身上显现出来啊。他既然年纪只有8岁，但是他的智慧、他的老成，他是8岁在安慰他，而不是老和尚在安慰他啊。所以可以感受到那种眼神呢、啊，那种帮助啊。所以我想各位呢。 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时时刻刻，这一点都不用花钱，像自心跟佛法融合，像各位都会背心经，但是心经的般若智慧要用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可以心无挂碍，你可以得无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大明咒，是无上咒，能除一切苦，也可以利益众生。所以，那我们听了这些佛法，那你一定要随时跟他。所谓禅定，就是一种习惯，它存在。 把空性、把悲心跟你的心结合在一起，串习，而不要跟这些不好的贪嗔痴恶行串习。你要跟菩提心啊，跟空心，那也要一直不断的练习。就像我们天天在念佛，天天嗡嘛呢叭咪吽，天天在施食。当然，施食是比较容易修慈悲心，而且东西化掉了，就有一种空性，像水一样啊，这么宝贵的东西就把它化掉了啊，所以。 化为无量无边，而且能够利益众生。好，啊，不能再讲了，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各位你要觉得，哎呦，太宝贵了啊，太宝贵了。那这是精髓的精髓，我们整理了好多本，然后这些祖师大德的、活菩萨的，包括佛经法语，那故意做成小本的，就像口袋经典一样。那对你来讲。 我们把相片印在前面，就说你在读莲师教育，你在读中国八大师法语，你在读阿底峡几天菩萨，他就在佛菩萨是骗一切处的，只要你对他有信心，就像莲花生大师说，你有信心，他马上浮现在你面前；你对他没信心，他一样在照顾你啊。这是佛菩萨冤亲平等，特别你有信心，就像网路一样，马上通了，他就在你面前，他就在。 你在读诵他的法语的时候，你要去实践，就是对佛菩萨最高的供养，他最高兴了。你哪一天实践的不好，思路不对，他都会加持你。所以在佛陀的时代，这些比丘进入森林在打坐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是进入他的心事里面，在加持他出国、2国、3国、正阿罗汉国。而且你有1万个比丘在精进的修行的时候，佛陀就变成啊1万个进入他们的心事里面在。 帮助他们，所以我常讲，各位千万不要说佛陀死了，千万不要说莲花生大师死了，啊，以肉体来看他们是视线，但是以真理来讲，他们是骗一切处，活在你的心思里面。只要你的心愿意去意念这位祖师佛菩萨的教言啊，因为他们的精华，他们变成文字佛陀，他们的教言为什么莲师要把他的佛藏，然后在适当的时间拿出来？ 因为这就是他的生命啊，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法，他这个法就是要进入你的心里面来净化你自己，来开发我们的悲心，这个是他最大的欢喜啊！佛菩萨的幸福就是说，当我们去实践教法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这个人，你活的时候希望你儿子不要赌博，结果你死了，你儿子才戒赌，那个时候你会活起来的啊，你会觉得说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啊！啊，我儿子终于没有在赌博了。 才可以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呢。那我想，如何让这样子的佛菩萨的心态融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像各位这次来不丹啊，就像西京跟不丹一样，这种很清净。如果你愿意真心的修行，这是一个很好的助缘，非常好的助缘，它让你不会有杂念啊、虚空啊，所以草地啊、高山，然后呢会让你自己很认真。但是我想，认真的目的半工半读，就是要到山下去推广佛法啊，要到人群里面去推广佛法。 就像蒋尚仁伯爵说了，现在在欧美地区、西方国家，这些佛法的种子已经开始在传播了，越来越圆满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好，请把功德回向滴水记。那这个时候意念的我们每天所做的功德，过去所做的各项功德，念下点灯功德。 放生、护生功德、甘露施食、烟供、药供功德、供水功德、布施食物功德。就像我刚刚来一只狗，给它面包吃，哇，它很快乐，我比它还快乐啊！我们看的人也一起快乐。所以来布施慈悲食物功德、打斋功德。哎，我们这次在隆德寺打斋。 啊，有这么多人啊，所以每天可以供养1500个人用斋啊。那各位，如果你回去以后想到要布施，随时可以，因为他们要2个月啊，2个月。再来，哎，念诵经典功德、念佛功德、拜佛功德、忏悔功德、诵经功德、持咒功德、修行功德。 造佛像功德，我们大家今天随喜莲师的大像啊的功德，所以来建佛塔功德啊，明后天啊，喇嘛天爸会带我们去看，因为我们在这边建了100人金刚一个大塔啊，然后呢还有很多地方建，已经建好塔旁边会做4个塔啊，然后来建塔功德，修复佛塔功德。 印佛经功德，推广佛法功德，盖道场，护持道场功德，供养僧众功德，慈悲友情功德，以发菩提心，累劫累世，身口意所作功德，普皆融入此甘露水，回向众生。好。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 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11月20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弘法行程。11月21号星期二下午2点。 马来西亚居然柔佛慈悲甘露施食法会，11月22号星期三，达摩祖师圣诞，下午2点，马来西亚文律玉佛寺心灵讲座，护生、点灯、水供、药供及慈悲施食超度法会。11月24号星期五，下午2点。 马来西亚柔佛利明达小学冷气礼堂心灵讲座，护生、点灯、水供、药供及慈悲施食超度法会。11月25号星期六放生功德日，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除罪30节，下午4点，马来西亚麻坡柔佛训正华文小学礼堂心灵讲座与佛学问答。11月26号星期日，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下午2点，马来西亚巴珠巴峡龙工业区祭奠庙道蒙山施食法会。11月28号星期二，宗喀巴大师诞辰，莲花生大士入藏纪念日及印化日，衔接千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上午9点，马来西亚马六甲鹿叶园八关斋戒。11月29号星期三，齐天大圣圣诞，下午4点，马来西亚马口森美兰远景酒店佛法开示、护生、点灯、供水及慈悲施食法会。11月30号星期四，上午9点半，马来西亚慈悲护生会护生员烟供及放生。12月1号星期五，念衔接千佛，持斋除罪1000节。下午4点，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慈悲佛法开示。12月2号星期六，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200节。下元水观大帝圣诞。上午9点，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八关斋戒。12月3号星期日，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倍。上午9点，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供佛斋天祭慈悲施食。12月5号星期二，念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持斋除罪90节，地母至尊千秋。下午2点，马来西亚北海八脉生命教育中心关公法会，护生、点灯、供水、药供及慈悲施食超度法会。12月6号星期三，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下午4点，马来西亚槟城生命教育中心心灵讲座护生、点灯、供水、药供及慈悲施食超度法会。12月8号星期五，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第4届短期出家。12月9号星期六，青山灵安尊王千秋，马来西亚雅罗士达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雅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复钓鱼自遭殃。有一位柯先生，他非常热衷钓鱼，一有时间便会去河边垂钓。而他7岁的儿子则非常喜欢吃鱼，柯先生钓来的鱼大多都进了儿子的肚子里。爸爸，你要出去钓鱼啊？是啊，小亮乖，你和妈妈在家玩好不好？好啊，可是爸爸，你一定要多钓几条大鱼给我吃哦。好啊，我一定钓条大鱼给你这个爱吃鬼吃。然而这一天，柯先生在河边垂钓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一位前来放生的学佛老人。哎呀，小柯，你又来了！看你的样子，真的很喜欢钓鱼啊。每次我来都能遇到你，闲着没事来打发时间嘛。而且我儿子又特别喜欢吃鱼，既打发了时间，又能钓几条鱼给他吃，何乐而不为呢？老伯，我来帮你吧。不用了，马上就到啦。啊，老伯，这些鱼是。